友谊好，最后友谊，年年友谊，这嘛好听。友谊啊，好土哎，不好吧？阿爸，这名已经过时啊。什么的过时？哎，恁即摆毋是拢是惊讲这个复古？哎，这友谊哦，这个以为我就要算落来吼，你看吧，上上紧你看，我找无遮好的以为啊啦，哎。不能叫友谊啦，讲出去会笑死全世界的人。这只是暂时的。不过吼，这友谊吼，甲恁两个八字也袂合的，甲这间厝吼也袂合的。所以啊，我想讲吼，等恁满月的时候吼，我甲友谊哦带回去给你后母带。什么？行啊，你这样我会想他。你想他，你可以回去啊。问题哦，这个是我的长孙啊，啊，那个保命要紧哦。我要自己照顾。你自己照顾哦。我看你都欠人家照顾的。你看一个家，那个露露不在，我每次跟你丢钱套的乱七八糟了。你哪有法多自己照顾啦？你真病的了。爸，文文已经就认真的学完嘞。我已经学会泡牛奶，也会帮爸爸洗澡嘞。你是讲安尼就有法度哟？带囡仔不是那么简单哦。你不是像那个布娃娃放在那里，他就不哭哦。他这个有一，他会叫会哭呢。我看这样好了，我就带回去哦，给你后母带哈、哦。你后母哦，带囡仔一起放嘞，全美拢的人，大家拢知影哦。你这个儿子哦，给他带的话。算你的福气哦。不要爸爸离开我。文，不要难过。哎呦，这什么不要？问题是安尼呢，恁脾气袂合呢，万一出了事情，谁负责啊？阿爸，你莫相信什么背离，好不？无相信袂用你啦。哎呦，恁那个怎样？管你拢讲袂准只，无啊，搁惊你啦啊！这个过段时间哦，我甲带转来去，互恁阿母带啦吼。啊，恁有时间，恁啊有卡咧看到无？恁要看囡仔，随时嘛通啊看。啊，就安尼决定了，就安这这你啦，莫搁吵啦。我要回去找我爸爸。文文，文文，阿爸，你莫安尼好不？但我是莫安啦。哎呦，你爸妈是爱走，你干啥？你听我讲啦，照我咧安排就对啦，无唔对啦。女孩子家要斯文一点，看你激动成那个样子。哎呦，爸，我叫真情流露哎。哎呦，又被盖火锅了啦！什么火锅啊？哎呦，爸，这是年度总决赛，你跟着我看，快点快点，你看好紧张哦。李启哲闪了一下三分球，这球位置不是很理想。怎么那么笨呢？不是，快门去。严英书在战神的时候，经常有相当突出的一个表现。就是在这个中华队的几次表现，我想跟球员搭配还是有很大的关系，没有办法让他怎么了？一零的传球啊！替他爸把宝宝带走，他是强盗，他是土匪，没有人性。哎呀，这样说自己的阿爸，周海荣，他是我的阿爸，他是依依的爸爸，才是我的爸爸。爸，出手了，哎呦，小文啊，小文，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哭，过十分钟再哭好吧？拜托你。太甜，你以前那么关心我了。我不是我，哎呀，又没有进，都是你啊！你要陪我球。好了，哎呀，好了，别哭了，告诉爸爸，你为什么要把贝贝带走呢？再度摔倒，摔倒以后人也没进，可惜了。连着几次啊，都故意倒在地上。哎呀，判了还好，不判的话他就倒霉。哎，新加坡。家公啊，你们坐，爸，相当有相当有球啊。看那个，三步两步，三个人立刻压到前线，好在中华队。田家公啊，为了我这个冰心的事情哦，我必须要跟你解释清楚。小志，把电视关掉，去倒茶去。哎呦，爸，拜托再给五分钟好不好？疼啊！爸爸，你查了，你查我来报。哦，你来报。哦，
裙子上漂亮啊，两个人空手切入，有裙子超多的分。我来给你，就是李云翔的一个。金天公啊，我知道他们会舍不得的。到底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南部去啊？哎，没错，这个八字我讲啊，生意啊，个稳稳哦，不会差的。所以啊，他们不能住在一起呢。这八字我是不懂了，不过我觉得小孩子跟着母亲比较好啊。这个也是问题的。我看了这个父母呢，还是个小孩子，怕他不会带小孩子，带小孩子跟他的话，比较会出病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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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快，你愿意投进了，投进了，耶！这是非常成功的一个防守，使得韩国队在外找手了半天，最后往里面慢慢就会习惯了。到三十秒钟，请加工啊！但我不是讲哦，要带回去就不带回来啊。问题哦，就是我那个摄影哦，他带孩子是一级棒的呀。哦，小九，让他哦带大一点呢、啊。哦，但调了两三岁的时候再带回来嘛。林云翔，这样子哦，五五也不会那么累。他问他趁这个机会也可以去把那个大学练完啦、啊。哦，那学杂会哦，我全部负责到底的。哦，但以后这个读书呢，也是要靠五五的那个教育啊，以后的教育还是不能。像你这种说法，当然也是一个办法了。对，不过总觉得你得尊重他们两个年轻人。投进了。第二个三分球，上半场他也投进一个三分球。我不用看了。哎，婆婆你来了。哎，你坐。啊，卖 cake 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到家里啊。小文啊，阿姨。我的祖国怎么样？你看。baby 啊。哎，宝宝吓哭了。大家都吓哭了。